首先先把袖绷绷上，把袖绷打开。然后将图案放到袖绷里面。拧上袖绷。把袖部给拉平，然后拧紧。接下来先来绣它粉色的部分。一根线是由六小股组成的，我们使用的时候这样单独的抽出来一小股。然后将抽出来的一小股给穿到针上。你们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方法来穿针，怎么样能穿得上就怎么来。然后线尾不用打结，先把它耳朵还有脸蛋的粉色给绣一下。像针这样穿下去，上面留出来一截线尾，我们把这个线尾给固定到袖部上。这样上下穿两针，把线尾给压住，然后剪去线头，用缎面绣把耳朵这边给绣出来。这头绣到边上以后，从反面把线从针脚下面这样穿到下面来。然后这一点粉色绣完以后，在最后一针这里上下穿一针，把线尾给固定一下，然后把线在反面的针脚里面穿一下，压住线尾。这边这里也是先把线尾给固定一下，然后将线穿到这边来绣。然后绣好以后，
最后一针这里，回一下，然后把线在反面穿一下，还有脸蛋这边的粉色。也是用对面绣，把线穿到这边来。然后这边的小彩条，也是用缎面绣。从反面把线穿到这一半来，防止反面有这样纵横交错的比较乱的线。然后接下来用一股的浅一些的粉色线，把这边浅这里绣一下。可以先把这两个圆里面给绣上，也是用缎面绣。这样竖着绣上，
直接这样来到另一个圆这里绣。然后直接来到这边，把这边大片的粉色给绣上。把线穿到这边来继续绣。一根线要用完了之后，把线尾固定一下，然后把后面线这样穿一下，压住线尾。然后接下来抽出一股新的线，接着这边的继续绣，先把线尾固定。然后把上面这一点小空隙给绣上。然后把线这样穿到这边来。绣制的过程中，如果绣布松了，可以这样把它给拉紧。然后把这个线穿到这边来，把下面的这一半给绣上。
后上面的这一点。用长短针把这一片给绣出来。这样长短不一的针脚。然后把这边粉色的小花绣一下。也是用缎面绣。这样给转着绣一圈。绣完以后，在最后一针这里挥一下，然后反面针脚里面穿一下。这边的小花和这边绣法一样，接下来用衣骨的深咖色线把眼睛还有鼻子这里先给绣出来。
绣完以后，这样把线穿一下。然后再用米白色线把兔子的颜色给绣出来。